这一会儿，哎，对于我来说稍微有一些尴尬。感谢文荣奖的评委们能够对陈芊芊的认可，这个奖少不了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演员们的大家一起的努力。这一次能够得这个奖其实很意外，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未来还有哪些计划吗？未来就是好好拍戏，少出乱子。少出乱子。对。赵露思凭借《传闻中的陈芊芊》拿到第7届文荣奖最佳女主角，她直呼意外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同时在最后说到要好好拍戏，少出乱子。赵露思最新因为点赞发文引起不小舆论风波，深陷炒作争议，被群嘲太绿茶。而在11月1日，于正晒出两张绿茶照配文吃瓜，疑似内涵赵露思，更透露在文荣奖后台当事人跑来兴师问罪。作为大热的校花，赵露思还是要认真磨练演技，用作品说话呀。我是威猛山的老大，我谁也不怕傲。你还记得你是来剿匪的吗？谁呀？这小模样长得挺标致。你要不跟我回去当压寨夫君吗？哼。